我们先拍梯子，来吧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再一个，我们整体再慢一点。再慢一点，我太快了。你好像赶时间，我们就顺。做工的人都很赶啊，肯定要慢的。那我们稍微慢一点。好，慢一点，节奏慢一点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结束。我想一想，把衣服脱了，可以啊。为什么要让他脱衣服？做什么事适合你们脱衣服？用机械吧。铁工厂的时候。但那个应该才是要穿衣服。等下转场。那要穿衣服。那才会烫。等下转场。对啊。Yep. 还有一场啊，刚刚他有结束了。然后就连身上都要油亮亮的，两边健美选手有点有汗嘛，